说自己也想要变瘦的念头，有时候体重几乎扛不动，站在体重机泪一直流。我们到底在追求些什么？瘦，为何一直都想要变瘦？爱吃，黏黏贴壳的肉，点点几斤重，十来斤多。这位客人，你想买什么？想要蹄膀还是五花肉？五花肉，买份五花肉，炒一点酱油。哎呀，家人会说好吃哟，嗯，好吃哟，嗯，哦，好吃哟。头发，哎，好辣、哦，他念了我一路，哼。基本上那个哭泣。我才发现过头有抓头发的差别。还要学 Angela 唱歌。对。啦啦啦啦乱啦。还要配合动作。慢慢都老了吧。慢慢都哭了吧，我们就这样把发型拾起走吧。哦，我的秃衣，他已经四十一，听到路人叫阿姨，阿姨，没错，绝对在叫你阿姨啊。你看他答应了阿姨哎。我的歌，But lose in one corner. Thank you, that is you, company me. Still can feel the tender.In mind， 我是为了要到时候可以翻译给小 K 做准备。我以为你会报复，结果变小腹。就要做卡拉 OK 了吗？一顿晚餐就此结束。阿姨，可为眼看有荒芜。你点的汤太多味素。你让嗓子休息一下吧。谢谢。莎莎，哎呀，化妆，哎呀。怎么办呢？老师啊。铁哥，胖呀，是呀。我没有说。你把你接下去。我没有说。你们也学会。我没有说。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流氓啊他。奇怪，我真的只是要穿铁哥爱你啊！每天导弹都打在我一个人的身上，爱你啊！谢谢你，嗯，就是我们的宝藏男孩。只用给这里，镜头就给这里就好。对，就给他，我们的宝藏就在这。对，你看大便吐人。铁哥遇到你就变邪心。